去年高调宣布出柜的香港歌星黄耀明，虽然已公开性取向，但对年龄相距17岁、从事文化工作的同性密友吴海刚一直保护有加。日前即将在广州开演唱会的黄耀明，晚间与密友吴海刚到中环一间健身中心健身练气。到凌晨12点时，练到一身汗的黄耀明换衣服后与密友离开健身中心，沿途见他不时回头跟密友聊天。步行15分钟路程后，返回黄耀明位于甘德道的寓所疑似同居。早前大胆。